这个乌鸦叫头鸦。其实那个后边其实佢家长嚟讲都未咁讲，咁即系话一个好有钱人，佢都愿意去做一啲难嘅生意，咁即系话其实佢系咯，唔愿佢真系福底厚厚，咁佢唔加，佢真系得，真系得嘅，真系得噶。我有啲，你行一定行啲门啦。佢哋咧，好中意咧，有啲人其实都听到嘅，但系我哋咧，亦都好偏门睇佢咧。其實種心機咧最正統嘅傳統方法咧，係我哋揾一個靚嘅風水園位，龍脈所到嘅地方，將嗰個人嘅頭髮、指甲、牙齒同埋一啲著過嘅衫，最後最重要嘅係要攞一條新嘅符，攞咗一個啱嘅嘢，我哋揾到一個啱嘅風水龍脈嘅位置，將佢擺喺呢個風水園嘅月眼嗰度，將佢埋好喺個床以下，咁佢就砌以下，好啦，咁之後等佢慢慢去還住，就等於自己。講得難聽啲，好似自己就已經走咗啦，喺